现在就下载九八新闻台 APP，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木华。哦、啊，台股在昨天已经封关了。好、啊，那今年以来啊，这个好坏啊，大家如人饮冰水，冷暖自知了哈、啊。那我想，呃、啊，整个牛年大势已定，进入到虎年了、啊。虎年我们怎么从紫薇来看？呃、啊，这个整个运势、啊、包括股市啊、经济啊各方面。今天我们请到专家大根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同时介绍大根老师这本新书的《紫薇攻略四》。 哦，这个、代表大根老师这个系列已经出到第四本了哈、哦。那大根老师已经经研这个紫薇大概二三十年的时间了哈、哦，所以我们今天呃透过大根老师来排一排这个大家的命盘哦，看看呃今年财运如何哈、哦，是我们今天在呃封关之后要跟大家来谈的哈、哦。同时呢，我们也 稍微跟各位讲一下哦，这个我们怎么个人从紫微上去理解我们可能人生的路径了哈？当然很多人想说啊、哎，真的那么准吗？哦，紫微星象哈、哦，然后呢什么八字啊、哦、这些东西，啊、哎，我不信了哦。可是我是个人觉得这种呃流传已久的事情啊、哦，必定有它的出发点以及它一定可以参考性好、哦，所以我们呢，呃，不要说这个抱的成见哈、哦，去看呃。 就是说像，像像这个命盘这些事情了哈，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啊，请到大根老师哈来告诉我们怎么从呃紫薇上面去看穿很多事情啊。大根老师您好，哎，阮大哥好。 那现在粉丝大家好，呃、您您您研究紫薇很久了，<嘿>对不对？对对，所以我知道应该有三十年时间了、嗯对，对对，差不多。好，那您觉得紫薇的依据在哪里？嗯、因为很多人讲说啊、嗯哎、这些东西我不信哦，那我们就讲出一套让大家可以呃这个幸福的理解的呃这种紫薇有没有一个理论的基础？嗯、呃，紫微斗数基本上哈、哦，它它它背后的基础当然是易经。那易经讲的是古人他在讨论那个整个。 环境的变化，<的>那个所谓环境变化就是太阳升起落下啦，四季、嗯、啦这样子。嗯、那呃，古代是农业社会，嗯、它四季的变化就影响农耕状况，农耕状况影响就就影响国运。嗯、你收的不好，就准备国家要出问题。对，那再搭配上。嗯 中医的理论来讨论个人，嗯、那你什么样子的人在什么样环境里面，那会得到什么样的变化？哦，他还搭配中医啊？对对对对、嗯、所以说你想想看，如果有一个人，我们都知道说啊、呃嗯、寒流，哦，那每年什么时候会有寒流来？嗯，那如果你家里有一个人，老人家九十几岁，肺不好，嗯、他住在高山上，然后他经济环境状况又不好，嗯、那他这个东西是不是就要注意？对，所以其实所谓的命理学，它是一个推论的逻辑。嗯 有各种条件组合之下之后，他会得到一个结论，很像是在我们在推论气象，或是医学，哦，譬如说那个像，我是预测对各种呃天灾啊之类的。对对對對對對對,对对对对对。那我们现在会把气象当成是科学，对，会把医学当成是科学，那是因为在近代的过程中间，我们有逐步的用一些比较逻辑的学理，然后排除掉一些迷信的部分，还有一些仪器，还有一些仪器,、啊、器去检验，對,對,對,对，就好像。 医生看到我一定都说：“哎呀，你这可能有脂肪肝，嗯，对你可能再过多久你要糖尿病，对不对？”他也在预测我的生命啊，<laughs> 他他还没有用仪器哦，<laughs> 他只是看。不用，对，因为 <laughs> 你的体型的关系。对不对仪器的功能只是帮我们排除掉人的不理性。OK，、嗯、对，所以其实紫微斗数也是如此，嗯，对，他会给你一张命盘，<對>然后让你知道说：“哎、欸，你这个人主要组成结构是什么？”对。 然后你出生之后，你可能未来会碰到什么事情？那我们就可以推论出哦，你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其实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因为远古时代哦，呃，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多所谓的仪器，对，或者是说科技，去预测未来。比如说你说啊，现在台风为什么能预测？那因为有卫星云图，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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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以前没有卫星云图，那还是要预测啊？对，所以就观天象嘛。对，哦，那因为。 人都想要知道未来，没错，都想要知道下一步会是什么，对，因为这都是不可知的，哈，所以说呢，就会想推测，就想预测，对，所以呢，就呃出来了，像我们总讲的命理学这些事情，对不对？其实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那我想，这种命理学经过数千年的考验，一定有它一的依据嘛，对，好，比如说紫薇的依据，您刚刚讲到易经，甚至它可以依依据中医的角度，对不对？对，好，那呃，从易经的方面，我们怎么来理解紫薇呢？呃。 我举个例子来说哈，就是《易易经》其实是最早的人啊，他们在讨论整个环境变化的状况。对，那环境变化哈，一定是有有有周而复始。嗯，那你会知道说它现在哦，大概是到什么阶段？那大概变成什么样子？那但比较复杂一点是说，你必须要讨论人在这中间的角度。嗯，好像我们常常讲说，那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乱。对，那如果你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你刚好在天下合久必分的时候，你可能就无疆了。 如果你是一个刚好处在于天下分久必合的人，嗯、那你可能就是地痞流氓了。 嗯，对不对？所以他是用这样子的交错去比对出你可能会走上什么样的情况。哦，这个等于说同样的人，呃，同样的能力，可能大环境不同，对他就环境不同，他就有不同的这个角色定位了。没错，没错。比如说你讲说，哎，这个刘邦，对，如果不是出现在这个天下大乱的时候，也许他就是只是当个，对他就是个到大哥，到大哥，对对对，带了小兄弟那个亭长不要干了，对对对，对他就是这样子。OK OK，好，所以这也很有道理哈，就是说这个人其实脱离不了。 这种宏观大环境，<沒錯 S 1> 那我们知道这几年来，其实地球非常纷扰，对好、哦，比如说，呃，从二零二零年开始有疫情了，好、嗯哦，然后呢，好、哦，到这个其实。 呃，地缘政治的风险啊，對,对不对？哈 <對 S 1>，然后呢，原物料价格的高涨啦，哦、嗯 <哼 S 1> 呃，乃至于到今年，你可以看一开年这个股市就大跌啦。对、哦，那这一些一连串的纷扰，从易经上面，嗯、<哼 S 1> 呃，从紫微斗数上面，是不是可以看出一个脉络呢、嗯？呃，其实我我我常被人家问到说啊，我们怎么从，因为因为紫微斗数听起来好像是算个人的命，对、哦，啊，但实际上呃，我自己每年会开大型的趋势预测，就是我每年开春的时候就会，我们我们做公益的，就是说那个。 这个收入我们都拿去捐嘛，<是>然后会这样讲说、嗯、啊，今年股市到哪边？那其实我们二零二一年的那个预测就有讲说，台股会在二零二一年在一万八到一万五之间跳动，嗯，哦，它也不会到一万九啦然后也不会到一万四以下，嗯，好、哦，那也算准哦，我我我们每年都这样论了，OK，对，然后那个呃，就是之之前论说啊，那个台股不会低于八千啊，那、嗯啊、会到一万五。 那我们每年都是公开的做这个。那等一下，要请您讲一下二零二二年了哈，这个二零二一已经过去了。对对。那其实我我很多学生就问我说：“哎，老师，那那我要怎么买股票？”哦，那其实我会跟他讲说，我能够做的事情哈，就好像告诉你说台风要来了。那台风要来了这件事情呢，我没有办法跟你讲说台风来了，你到底要买哪一只股票？是因为还是要靠专业。好，因为台风来的可能那个哦，譬如说卖工具机的啊，因为可能。 那个他需要修理还是怎么？他会他会涨吗？那这个要靠专业。嗯、那我们看的是一个哦大的区块，它可以怎么走、欸、你没有办法告诉他到底要买哪一档。对，那个要专业。哦 <對>哦，那個、要专业，对對,對,对，就好像我的医生觉得我可能会有糖尿病，他会介绍我去看糖尿病医生，<對>他不会自己医我。<好>哦、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把紫微斗数想到说可以预测个股涨跌，<對>或是说對……对我我常会被人家这样问，<laughs> 因为他他会觉得很厉害啊。<laughs> 就是当大家在喊多少的時候我说我不不放心，他不会超过到哪里。像那个、嗯、我我前几个月的的我自己的频道上一直讲说说那个。 台股不可能到一万九，因为有些人喊一万九嘛，嗯、我说觉得不会过一万九了，大概一万八千五左右差不多了。嗯、哦，那就现在差不多是这样那呃，我我我要提的是说，我们会帮人家这样问，可是其实这中间呢、啊，有很大的一个区段呢、啊，其实事实上是我们在看到盘上面哈、哦，当大家集体意识要做什么的时候，对、嗯，我们就会决定出市场。哦，众人意志的對,意志对，生命共同体，对生命共同体。当大家都看错的时候，股市就暴跌了。欸 <laughs> 就像最近，<對>很多人都讨得很惨，<就> <laughs> <laughs> 这也是一个集体。对对对，是是是是是。等大家都狂杀的时候，对對對,就要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 <laughs> 我我们上课常讲说，其实我们做的事情哈，跟财经。 的预测其实很像，是是是，也很像哈、喔。那但只是说，大家很难理性的去做这种判断。对了，我觉得是殊途同归了。对对，對基本上我觉得像紫微斗数啦，哈、喔，嗯、或者是说呃各种呃命理学啦，哈、嗯嗯，或者说呃西方的星座啊、<對>星象哈、喔，你如果太功利主义取向的，对、喔，往往都不会准。对，没错没错。好、喔，就是说你把这些、嗯、呃这些事情呢，就是说你太。 认为说，哎，我就是要用这个紫微斗数来来算股市啦，哈，或者算个股啊，那我觉得都不太会准。对，其实这个就好像，呃，就我们刚刚说的，你你这中间会夹杂你个人的情感跟意志在里面，出发点的问题，出发点的问题。但你如果夹了很多自己的情绪在里面，对你那预测都都是失效的。没错啊，所以说，呃，他其实不是让你去功利主义的，对哦，他应该是利他而非利己的，对不对？好像紫薇，我我所了解，好就。 远古时代所创造出来这样的推论的方式，嗯、它其实是为了众生嘛。对，好、哦，如果你是出发点从众生的角度考考量的话，<對>它其实我觉得就就有一定的出发点。对，好，那请教大根老师，如果说从众生的角度，从、嗯、出发点的角度，你刚刚讲说，其实呃，这个大家共同的意志或者方向，往往会决定了这个大事，对不对？对，對好，那今年的大事会是什么？今就那二零二二年嘛，对不对？對好。 哎、以以财经来讲，会当然会有几个点哈，就是说，呃，我们今年是一个大家会。 因为两年的疫情过去了，对，然后呢，呃，折头是很很好玩的地方，就是啊，它每年它除了一般我们知道的这种本命盘之外，嗯，它会有那种每年在运行的流年盘，哦，然后这个是环境会对我们人的影响，对，然后也就是环境会影响了我们大家会决定要去做什么事情，嗯嗯，好、哦，所以就好像疫情来了，那我们不能出国，嗯、我们就会决定，因为环境影响了我们想要在国内旅游，那国内旅游就会比较好，对、嗯，好、哦，它会有这样的概念，那。 二零二零呃，二零二二年来讲的话，我们等于闷了两年。这两年是一个大家会，呃，不管你之前那个公司好不好哈，或者工作好不好，你已经开始沉淀下，你会希望认真努力的好好打拼的一个时间点。OK，对，那就会是一个大家会很认真的审视说，哎、欸，我过去两年做的事情到底对不对？那今年我要重新开始努力。好。 <對>这个其实也蛮贴近现在目前的状况，嗯、股市不好玩了，所以大家要回归本业努力工作，有 <laughs> 太高。<laughs> 对对对对，去年大家都当当冲客嘛。对对对对对百分之四十的成交量是当冲来的，对，哦、把台股冲到了九十兆的成交量，真的吓死人、哦。九十五兆哈，贵买冲到二十兆的成交量，哦，都是比前一年。 呃，快要 double 爆量的一个情况，那今年看起来很不好冲，对，大家会死心了，回归本业，对，有道理，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到节目现场。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木华。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紫薇老师，紫薇斗数的专家大根老师啊，就是大根老师在时报出版出了第四本有关紫薇的书啊，叫《紫薇攻略》。 财富四，好，这本我现在手上拿的，给各位看一下。那这本书，大根老师有很多的有关紫薇方面的要告诉大家的事情啊、哦。那当然，呃，书我们等一下再来介绍，哈、哦，因為这本书跟其他三三本有什么不同？好、哦，那呃，这边当然我们观众朋友、我们听众朋友可能很想要知道，说，诶、欸，大根老师今年如果从公 公众的角度来出发，<laughs> 利利利生的哈、啊，<laughs> <對 S 1> 利大众的哈、啊，而非利己的角度来出发的话，我们从紫薇上我们可以推论到今年,年的产业变化如何，或者说今年您刚刚讲说以加权值来讲高低点，您的这个呃所算出来的情况是如何、嗯嗯？呃，今年呢、啊，因为因为整体环境来说啊，今年是一个大家努力奋斗的一面嗯。嗯，好，那呃，因为用用紫薇的术语来讲，它就是无曲化嗯，好，然后但实际上呢，另外一个点就是它是天然化路，指的是说。 努力奋斗而老天庇佑，天天天良化禄哦，天良化禄，对对，天良是一颗什么星？天良是一个一个宗教跟老天庇佑的星曜，是是一颗好的好的星曜，对，就是说你努力就会得到老天的庇佑。OK，所以它是化禄，禄就是财富嘛，对，是财富。所以天良化禄的话，老天会给你财富，只要努力的人呢，会有所得。对对对，而且这个努力是什么？因为它是无取无曲化技嘛，所以它是无取的。这个心就是一个。 勤奋奋斗的一颗星，啊、哦，舞曲也是一个勤奋奋斗心，对，象勤奋奋斗画技是画技，就是空缺。我觉得我要很努力的这样去做，来弥补我那个空缺。<对>所以老天会给予努力奋斗的人得到报偿。好，<Okay, S 2> 那这今年是一个努力的年，对，努力的努力的年。<對>那那反映在产业面上面，就是说，<對>呃，过去很多那一种啊，他很专精在某一些专业技术上面，对，或者是特殊的技术上面的那一些。嗯 好像听起来，也许传统的这些产业，嗯，嗯今年应该都会很不错。传产对传<好>产，但是它是必须要有专业技术的，OK，就是要有利机的。对对对对对，好 <okay, S 2>、哦，那它今年应该都很不错。好，好那不好的会<那> 呃呃哦，还还还有就是医药类的哦，医药类对，医药类的生技医药类的哦，但这个还是要，因为他都要很认真努力嘛，对，所以那个生技医药类不能是那种只是要做做学名药啊，或是只是要炒短线的这种的不行，OK，就不是没有 EPS 的啦，对，这个公司要能赚钱是也要有技术，对，就是要很认真的那一种的，好的，这这两个类也可以。那呃，另外呢，呃，比较需要呃呃，大家需要观望的或者担心的哈是。 呃，当然，当然，你说像台积电，它还是会很好，嗯，好、哦，可是它那么高的点，是不是你还值得去买？这是一个考量。嗯、那另外，嗯、呃，我们去年很热的那些航运股，对，好、哦，其实也都是他们有点机会财的味道，对，那个就是机会财，嗯，好、哦，因为他们他们是实实际上，呃，航运在这一两年瞬间赚了他过去十年二十年的钱，嗯、所以这个是机会财，OK，对，所以明年都是这种努力的、扎实的，然后本来就有。 落了根基的，好、嗯<哼>哦、这些的呃，不管人也好，产业也好。OK，今年呢、啊，<對>呃、就是今，今年今年,年,年对对，二零二零年是讲农历年，对对对对对对的了哈。哦、對對那呃、欸，如果说对照航运的话，嗯、<哼>那去年从紫薇上面我们排出来的情况，嗯、<哼>有什么样可以印证去年航运很好呢？啊，去年哈，去年其实是一个。 文昌画技的年，文昌指的是笔墨跟文书跟合约。对，文昌星嘛。对，文昌星，对对对，我们班知道的文昌星。好，那你看，我们刚刚讲了嘛，它是个空缺嘛，对不对？所以去年呢，能够赚钱的啊，都是那种跟过去啊不一样的或违约的状态。哦，对。那去年航运异军突起，异军突起应该这样讲。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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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去年航运的情况是完全。 反转前面二三十年，对对对对，钢铁也是啊，对钢铁也是很多船厂，对都是那种物料价格。以前你觉得不对的那，对不不是那些今那，是去年都翻起来，好，所以今年就没有了。今年会回归，OK，那今年还有什么样从命盘上看到的重点呢？您刚刚讲到了说像五曲化器啦，哈，然后天凉化露啦，还有什么重点？呃，还有一个就是啊，呃，今年会是一个哈，大家会很很希望想要创业的。 就小小小公司，个人的，想要自己，想要自己要奋斗一下，来当老板奋斗一下的，好，然后掉现在老板。哎，好，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呃。 呃，产业的一些龙头今年应该都会有扩张的趋势。OK，好，增、這個、加资本支出。对对,對，这样子。所以这这、嗯、这个事情，因为因为其实我们虽然讲说是农历过年后，可是呃呃，平常如果有看我频道就知道说，应该是在今年的呃不，就应该是二零二一年的十二月。嗯、其实。 二二年的事情就开始影响了 <Okay>。那个最近一个新闻，微软把那个暴雪买下来。对对对对，好，其实就这个是六百多七亿美金。对<金>对对对对，對没错没错，就是这些只、嗯、这个叫紫薇画圈，嗯、这是行业内那个金光闪闪的那个龙头。对，各行业哦，好、嗯哦，各行业哦，在。 二二年都会有这种扩张的趋势，抢地盘扩张的趋势。OK，好，那对呃，您这本书第四本嘛，哈，对，那跟前面三本有什么不同？呃，最主要的最主要不同是就前面哈比较是呃就是学习型的，整套都在学怎么斗数。那呃，就是因为我们每年的那个趋势预测的关系，所以得到很多网友觉得说，那老师是不是可以单纯的来讲一下财运？嗯，所以这一本是专门讲财运的。OK，而且就是讲个人的财运。OK。 对，就是当你知道说你去做什么事情对你来讲比较可以事半而功倍。OK，那如果从命盘上面，我们怎么去看出自己的财运好不好？嗯，呃、是要看什么宫位财帛宫吗？基本上是看财帛宫，嗯、可是这里面书里面一还要看对角嘛，就是、对、啊，看对角。所以其实这书里面粗浅的理解、欸，哎 <laughs>，那那没有这样算是 <laughs> 这样子，已经算是。 有内行的理解了，不敢那么对对对对，因为很多老师的等级他都只会看财帛宫，所以我们这里面就讲了很大的重点，要看对面的福德宫，因为个人能不能够赚到好的钱财赚起来，辛不会那么辛苦，其实要看你的福报跟运气好不好。那财帛宫今年什么星座位的话会是比较好呢？今年哦。 很让人讶异，其实今年应该是无曲星的会是不错的哦，无曲星在对无曲星的会是不错的，贪、嗯、狼星的会是不错的，贪狼对那福德宫，然后呃福德宫的话，呃、的話基本上贪狼的啦，然后无趣的啦，然后天良的，嗯 okay、哦。天良是老天在送钱给你们，嗯、福德宫是我们怎么钱怎么来的嘛，所以天良星座在福德宫、嗯、也会相当不错，赚、嗯、钱很轻松。嗯 那大家怎么知道自己的紫微命宫呢？就是紫微盘，我们只要去那个 <Okay. S 2> 呃，有也现在有很多排版软体，对，App 下下载就可以了。OK <對>。可是有些人不知道自己出生的时间点呢，怎么办？呃，<就>复杂一点的就是民国六十年以后以后的，去户政机关调都有啊，真的。對,对对，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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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剩我五十五年了。<laughs> 我问我妈我几点出生，她说她忘了。我真的是有点火大。<laughs> 你怎么会忘记你自己儿子几点出生？<laughs> 好了，哦，那呃，我我拍过我的这个紫薇盘哈，我的我的命宫是呃，我我应该讲我我个人呢，这个借借用您一点自己讨价波的时间，我这种杀破狼格局人，今年要注意什么？你的你的七杀在哪边？你忘记了，但是我的命宫应该是破军跟贪狼，他不会同时存在，不是破军就贪狼，但是但是没有关系，对，我们也可以马上帮你看一下，就是啊。 呃，今年你今年应该会有其他的事业发展，哎哟是吗？对，好，就是而且是增加出来的，OK，不是不要这边哦，是增加出来，不不，绝绝对不可能不要这边，对，这个很敏感绝对不可能，对，会增或者机会增加出来，OK 哈，增增加好了哈，好好 OK，那我去开办电视台好了，好，这个看 N C E 会不会给我另外一张执照，好今天这个非常高兴能在。 呃，马上要大过年的哈，请到大根老师来接他的新书哈，同时告诉大家今年哈，从此会看到了大势方向是什么，提供我们天文学参考喽。谢谢大根老师，谢谢，新年快乐。